大家好，我是霞姐。这个是西瓜平台里寄的礼物啊。这是前一段寄的，我在河北，当时是孩子爸收的，收完以后他就扔他那个车上后备箱消了一下毒，然后我回来以后，他走的是走之前又扔在我那车上后备箱，然后我今天把它拿上来打开看看。嗯，打开看看吧。你也期待呀？嗯。这送我姐，你喜欢呀、啊？嗯，真是挺舒服的啊。嗯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个哦，这个送给你姐。嗯。哪个送给我？这个送给我、这个、啊？没看这字是什么呀？我给你读读吧。嗯。亲爱的霞姐，见字如面，展信如言。我是最懂好内容的西瓜王德福，非常感谢你同意我使用你视频的片段作为素材。用在王德福三农天团的视频当中，德福给您送上小小心意。真好。嗯，好，行，这小卡片我留着、嗯、字怎么样？写的字挺好的，多好看，多好看，我也觉得写的字真漂亮。嗯嗯，行，这留一纪念吧，作为纪念哈。嗯，等你姐来了把这个给你姐。你带也行，我带也行啊。我头大，头发没调，没调好，对，头发没弄好，把它调调就好了。嗯，我在这儿感谢那个咱们平台，谢谢老师给霞姐寄的礼物，在这儿也要更要谢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一如既往的对霞姐的支持啊。这自媒体做了有。19年，我记着19年，也就是我爸生日过后，我记着印象当中是19年的11月份，应该是，嗯，11月份好像是12月初，11月底12月初，对，跟现在差不多，嗯，对，跟现在差不多，然后19、20、21，3年。嗯，对，19到20是一年啊，好，对对对，做了2年了年，也谢谢所有的家人们对霞姐这个不离不弃、一如既往的支持啊！没有大家的支持，也没有霞姐的今天，我在这儿和佳楠一起，谢谢所有的平台的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的支持，好，再见。